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提老师。这集呢，叶提老师要帮你们补充一些生物的知识啦。各位知道非洲的狮子和台湾的狮子差别在哪吗？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析一下。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，非洲狮子会做的事，还有台湾狮子会做的事。非洲狮子住非洲，台湾狮子住芦洲，非洲狮子是群居，台湾狮子群聚。非洲狮子有一个明显老大，台湾狮子也有一个明显老大。非洲狮子在地方上也有声望，台湾狮子在地方上也有声望。非洲狮子呢，让其他动物会有生命危险，台湾狮子让其他人有生命危险。非洲狮子没有看过老虎想看，台湾狮子没有看过巧虎想看。非洲狮子吃肉，台湾狮子吃肉圆。非洲狮子吃牛排，台湾狮子也吃牛排。非洲狮子饥渴的时候会喝水，台湾狮子饥渴的时候会喝茶。非洲狮子呢是老大一夫多妻，台湾狮子也是老大一夫多妻。各位防疫一定要做好，就这样啦，我们下次见。